大家好，我是玉松盆景园艺，今天来到盆景园带大家看一批精品宝石榆树哈，全部都是宝石桩。咱看一下眼前这些哈，全部都是非常有年份的老桩榆树盆景，颗颗造型优美。看一下，全部都是带有宝石哈，精品老桩啊，这一颗提根带宝石也是非常的漂亮。榆树它是非常的好养易活的，南北方也是均可种植的，它属于杂木盆景啊，杂木都是比较好养活的哈。看一下它包口包的也是非常的好，完全的把石头已经包裹起来，很是漂亮，特别的有年工哈，形态各异，很是不错。俗话说家有榆树年年有余，榆树啊象征着财富啊，养殖在家里一棵哈，寓意也是非常的好。看一下都是非常有年份的老桩宝石精品榆树盆景，欣赏一下还是非常不错哈，像这种桩子也是非常的难得的。这一家哈主要是以宝石榆树为主，咱看一下这边哈都是这种宝石精品榆树，像这种桩子哈都是已经上百年的老桩哈，颗颗造型优美，老味十足啊，形态各异哈，非常的漂亮。有喜欢这种老桩榆树盆景的朋友可以三方评论，咱看一下，非常的不错哈，大小规格全部都有，大小桩的这颗也是非常漂亮的，看一下，特别老味十足。这颗哈全部都是和石头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，特别漂亮。今天的视频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有喜欢这种榆树盆景的朋友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